营口，完了大学。你承德往这么来的道不好骑呀、啊！哎呦，承德那往这头来都是老山道啊！那下雨，那个老道，那老道，而且还都是缓坡，知道缓岭子，那个才难骑。那个老道全是上坡道的，急着硬拔呀，那个道啊，下坡还行，是吧？下坡还行，那老道硬拔，我可知道，急了，那道可难骑了。我骑那成骑那一天，就一天全是山上走。这就是就跟那个咱们步行似的，你都蹬不动，有的道都就得缓坡哈，慢下坡好，那感情下坡都不都得捏点闸，下坡可捏闸，下坡走走。行了，那你们还上哪儿去？瞎溜达，瞎溜达。行，一会儿我就坐车吧。啊，一会儿再到我那个顾家的儿子，他就中午去吧，一晚上吃一顿饭你得呗，吃两顿啊。是。哎，吃完了吃顿饭，到了科，俺们十五号就准备回去了。啊、哦，好，挺好。谢谢你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一群的，黑龙江的。